Supply Icon 沙通金融地堡公寓，地点在曼谷第一代金融中心区沙吞，位置优越，被三大地铁捷运包围。MRT 地铁 Lumpini 站、MRT 地铁 Siloam 站、BTS 天铁 Chonburi 站，轻松前往曼谷市区内的重要地点。Siloam 和沙通是曼谷金融区域的核心，西接湄南河，东连拉玛四路。这里是泰国曼谷 CBD 1.0， 有众多的银行、保险公司和各行业巨头的总部，近20个国家的驻泰大使馆坐落在这里。五星级豪华酒店也争相在此开业，例如万豪、悦榕庄、普尔曼等。难得的是，沙吞还保留了很多老牌的美食餐厅、酒吧、夜店，隐藏在小巷子旁的夜市、路边摊。金融地堡公寓距离曼谷最大的中心公园之一伦皮尼公园也只有800公尺。伦皮尼公园的占地面积极大，拥有湖泊和绿地。伦皮尼公园旁边则是曼谷正在建设的超大型商业体 One Bangkok， 预示着将为本区域带来更多的商机与住房需求。Supply Icon 沙通金融地堡公寓，楼高56层，共有787户住宅单元。户型方面，考虑到本片区有许多国际企业外派高阶主管携带家庭的常住需求，发展商设计了大面积或多个房间的住宅单位，地房能做到60平米，还有曼谷很少见的超过200平米三居室、四居室。另外，金融地堡项目有超过400平米以上的户型，一层楼就只有2户，跟住别墅没什么区别。1989年成立的 Supply 集团是泰国大型的入门级和中端公寓开发商，已经开发了超过100个项目，在中端公寓方面拥有很好的声誉。泰国的中产阶级对 Supply 的楼盘非常青睐，在泰国本地人眼里，Supply 的项目属于标准的居家型公寓，虽然称不上高端豪宅，但 Supply 发展商往往能在曼谷精华地段设计大面积的户型，长期住起来非常舒服。公共设施方面， Supply Icon 沙通金融地堡公寓有花园、会议室、游泳池、按摩浴缸、健身房、乒乓球室、瑜伽和有氧运动空间、拳击练习场、团体自行车、水疗、桑拿和蒸汽、家庭剧院和卡拉 OK、 攀岩游乐场、儿童俱乐部等。周边学校：圣安德鲁斯国际学校、圣约瑟夫修道院学校。购物中心 Siloam Complex、 Central World、 Central Embassy。 周边医院 BNH 医院、朱拉隆功纪念医院。曼谷成熟的第一代金融中心 Supply Icon 沙通金融地堡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订阅，欢迎预约鉴赏，咱们曼谷见。